舒缓强韧自保，舒缓安抚水，呵护小碗，呵护你。老中医化妆品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老中医。哎，你不用怕，我的钱也借出去了。我不管你的钱借没借出去，我的钱是没了。这几年我摸爬滚打，我掏尽脑袋，好不容易挣这点钱就被你给弄没了，你害死我了你。小婆，这不一定啊，也许哪天找到了钱不就回来了吗？再说了，钱是身外之物嘛，如果没了我们可以一起再赚嘛，赚到钱不就又有钱了吗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还要打我呀？上哪儿去了？出去走走。来，过来。坐近点儿。你跟娘说说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娘，我和赵敏堂得罪人家了。他嫉妒翁全海，想给翁全海使绊子，我没按他说的做，他就不舒坦了。其实他也知道那么做不对，我也是在帮他，可他不但不领情，还把我赶出去了。孩子，你能辨清是非，不害人，从这点上说你做得对呀，娘赞成你。至于你师父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他一条心，他一时心窄，心上了火。这样，明天呢，你去跟他赔个不是，说几句好话，他气消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娘，我不想跟他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心眼太小了，跟他学，成不了大器。儿子，不管他黑了你多少钱，不管赵明堂他心大心小，可他对你有恩啊。你不想跟他学了，那就好聚好散，另寻门路，绝对不能为了那点钱就把恩情给忘了，要是那样那就不是人了。人活一辈子啊，就是要像一个人一样立着，你只有把这个人字立住了，那所有的人都会把你当人看。你要是立不住这个人字，你就是再有钱再有名气，那人家也只是表面的对你笑脸相迎，可背地里根本就不会把你当人看，那都不是人了，活着就没味儿了。孩子，娘这是在夸你呢，你哭什么呀？娘，我满心以为能给您换个带窗的房子，现在看来啊，这都是梦。娘身子骨好着呢，不急，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。老天爷公道啊，咱只要做到了，斤两早晚会找回来的。娘，这两年我医术长进了不少，我想开堂坐诊。你还想卖那个大药丸子？真材实学，绝不骗人。这才是你爹的好儿子。您喝水。
谢谢。我们是在等谁啊？嫂子，你别急，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听着够热闹的，我还以为进错误到菜市场了呢。哼，嫂子，咱们桌上坐。调令谁呢？今天啊，咱们掰开揉碎了说清楚。老姜，我跟岳老板就是病患跟朋友的关系，我心里头干干净净、亮亮堂堂的，给患者治病，煎药炖汤那是天经地义，一个大夫的本分而已。我这次能够摆脱牢狱之灾。能够坐在这儿，能跟你们二位一块喝酒，一句话，多谢你们鼎力相助。哎，我敬你们。你们刚才说的话，还有我说的这番话，咱们就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能再提了。好吧，岳老板，你身子虚，得好好调理，多保重身子。上海滩，你这一命令可不能倒下。老肖，你也把心放静了，放妥实了。你说黄豆粒儿大点事儿，滚到咱们家就成西瓜了，累不累呀？走吧。回家喽。讲得清楚，把我的心扯开了一道缝，立马透亮了。这一透亮不要紧，很多事也就都想明白了。你那屋门槛高，我这屋门槛低，高一头矮一头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免不了磕磕绊绊。什么时候咱俩屋的门槛一边齐了，这日子才能稳当啊。睡得香，就没叫你。嗨，你是大夫？是大夫。我只是个拾荒的，没啥钱，要是太贵了，我又看不起。瞧您这话说的，您要有钱呢，您就给点儿；没钱呀，您就先看着，等有钱了再说啊。这枕巾也能牵着？别人这儿能不能牵我不知道，我这儿能牵。来，老先生，我给您把把脉。哎，该不会你把我整完了就管着向我要钱吧？您放心，我就办不出这种事儿。您看吧，这要不这样吧，我要是办出这种事儿来呀，我是您儿子，行了吧？看来我真的没白进来。碰上好大夫了。
回家吧。我再说一遍，你那屋门槛高，我这屋门槛低，什么时候咱俩屋的门槛一样高了？再说吧。老先生，您啊没有大毛病，都是小病，只要照方抓药，按时服药，三副药，我保您舒坦。哦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您还有事儿？这诊金还欠着呢，就不用写欠条。哎，不用，等以后有了钱再说。你就不怕我不还钱？老先生，有您这钱我肥不了，没您这钱我也受不了，当然不怕了。小伙子，年纪轻轻，心挺敞亮。这样吧，老先生，您呢平时走街串巷，你要是信得过我的医术，你就帮我多跟旁人美言几句。好，这是好办，这是好办。赵大夫，不瞒您说，我结婚一年多了，可怎么也怀不上孩子。我听说在妇科上您是专家，所以特来拜访。哎，这位小姐，哎，你找我来就对了呀。我最擅长看这种病的，知道外面都叫我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叫我送子观音。哎，那我可真是来对了。哎，好，来诊病。哎，来，好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赵大夫，啊，有话请直说。啊，稍等一下啊。怎么了，师傅？肚子痛啊！啊，小龙啊，你招呼一下，稍等我一下啊！哎，你招呼一下啊！哎，师傅，你这……哎，那个大花儿怎么能没脉呢？你切清楚了吗？我这三根手指头是白给的，啊，六根。不行的话，就说治不了，让他走人。这可是妇科哎，我又以妇科见长啊，这要传出去，哎，说我没切着脉，药也没开了，那不让人笑话死啊？那你就随便给他开个安慰药方不就行了吗？安慰方那可是不能随便开的呀，孟全海就是给那狂犬病人开的安慰方，摊上官司了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呀，先稳住他，你赶紧去请吴雪珠。哎呀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让你久等了啊。没事，赶紧诊病吧。啊，是这样，你的病情呢，我已经清楚了啊。只是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还要方便方便啊。赵大夫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哎呦。你是大夫吗？嗯，我是来看病的。好了，听说啊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
你什么病都能治吗，大夫？要说什么病呢都能治，那就是神经。神经大夫，你好。啊，我的病能治吗？您得什么病了？哦，就那个病，就那个病。哪个病啊？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得的。我可愁了，我可愁了，我就愁死我了。你说我老婆对我可好了，我又不忍心传给她。你说两口家在一起，她能不那个什么吗？我越不那个什么，她越催我那个什么。她越催我那个什么，我就越不能那个什么。先生，您先稍等，您说的那个什么是什么呀？就是两口家床上那个。他着急催我急，我还没媳妇儿呢。您说的那什么我不懂。哦，是那个。没关系，谁没生过是吧？能治病就行。啊，嗯，能治吗，先生？那得先看看呀。还得看呢，不看怎么治啊？来，过来。不看怎么治？买这儿没人，放心吧。来，得看看病状啊。我们好了，穿着吧。大夫，你能治啊？您找过其他大夫吗？我找过，嗯，我实话实说啊，这个病他见不着量，嗯，我就偷偷去找了几个，看完了之后，我看他们不像大夫，他们都不像大夫，他们都不像你，你就是大夫，算您有眼力，我可是师出名门，我不知道你出哪个门啊，你反正我给你看了，你能治吧？我不缺钱，你要知道。先生，您这个病呢，我能治是能治。不过您这个病得慎重，我得先仔细琢磨琢磨。这样，你明天再来。哦，好，那我明天吧。啊，明天过来。夫人息怒，夫人息怒，请坐。实在抱歉，赵大夫今日身体略有小恙，所以由我替他来诊脉。您是大夫？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来吧。您能看明白吗？当然，您这病呢，说难不难，说不难啊，还真有点难。这样，我把你的病症啊，如数和赵大夫说清楚，最后呢，还得由他来定夺，好吗？赶紧吧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你也没接出来。会碰的，太奇怪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赶紧让他走人。这事儿说出去好，说不好听呀。再说我这门面小，倒不起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这么死撑下去，要闯祸的。我再想想办法。哎，多谢叔叔。那我就告诉他。哎，好自为之，好自为之啊。慢着吧。你说你这个人啊，治不了你还不躲，你想干啥呀？你躲得过今天就能躲过明天吗？遇着病就得治啊，怎么能瞻前顾后、自律吉凶、护惜生命、知难而退呢？哼，当家的，你变了。嗯，我怎么变了？
我不一直都是这样的？不一样，一点都不一样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你是变得越来越有男人味了，真招人稀罕。要不咱们去中医学会打听打听呗？那不去丢脸啊？要不就去问问高小普，他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了，见识多了。师傅去请教徒弟啊，那不更打脸了？就算他弄明白了，他能帮我吗？那去试试呗，万一能帮呢？你要是放不下脸面，那我去。哎，不用去，实在弄不明白啊，哼，我认了。哎，不就八层皮吗？我赵敏堂啊，承受得住。这是你师父珍藏十年的陈花雕，他让我给你拿来了。庆贺诊所新开张啊！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难得呀！小普啊，自打你走以后，你师父就今儿头疼，明儿腚疼的，没有一天舒坦的。诊所他谁都不放心，就连我他也不放心呢。晚上睡觉，抽不冷子就小普。我就知道又梦着你了。哎，别别，他那哪是梦见我了，他那是在梦里都不放过我。他这心眼就这么点，我太清楚了。哎，他不是不放过你，那是想你了。你师父这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刀子嘴豆腐心，哎呀，收完就完了，不挂心呢。找我肯定有事儿。说有事儿也没事儿，说没事儿吧也有点事儿，这不还是有事儿吗？有事儿坐下说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既然你问了，那我就说哈。嗯，你师父那儿来的女的，据说呀，不生孩子。按理说，你师父治这种病那是拿手啊，可是这女的她没脉，就是你师父有天大的本事，他也使不上劲呢。小普啊，我知道你见的事儿多，有能耐。哎，你说这人他要是没脉，那是咋回事啊？没脉的事儿，我哪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啊？吃饱了就犯困，哎，就想睡一觉。嘴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赵敏堂家真是有好东西，这酒太好了，我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酒。拿人家的手短，你喝了人家的酒啊，就得替人家干事儿。他还欠我钱呢，喝他点酒算便宜他了。那是两回事儿。赵敏堂是一文钱能捏出水的人，他肯送这么好的酒给我，那肯定是碰上大难事了。也保准他是琢磨了各种道道没走得通才想起我来。他们都切不出那女人的脉，我去了不也白搭吗？那也未必。还是别去了，别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就跟他说病起不来床了，他也怪不得你啊。呀，当大夫又不是神仙，哎，碰上医不了的病，那还不是常事啊？就怕明知道医不好，还要自逞俊快，妖色名誉，如此贻误病情，有失医德哎。这些日子是咋的了？这家伙这境界这高的，吃错药了你啊？哎，你才吃错药了，这是孙思邈讲的。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咋的了？姥姥拿捏不准了。哎，谁是孙思邈啊？
菜。哎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这么一琢磨呀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哎，我的招牌不够厚实，容易被砸碎了。这样，你去告诉小龙，就说呀，我有急事出差了。如果那个女人来了，给她打发走就行了。话扔得挺响啊，转了一圈，还是老虎的脑袋，老鼠的胆。你，哎，我听了你的话，你还埋怨我呀？我没埋怨你啊，听我的话就对了。那你赶紧去呀，告诉小龙啊，省得他说漏了嘴啊。嘴什么嘴呀？换身衣服再说。哎，你就这么跟小龙说啊？小龙。哎，师娘，我师傅呢？你师傅有事出门了。啊，出门了？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那谁知道啊？如果来了患者，你跟人家说清楚，别让人等久了，别耽搁人的病情啊！啊，行了，你们就不用在我面前唱戏。我来了三回了，他不是生病就是出门，这不逗我玩吗？我也是经人介绍，奔着赵大夫的大名来的，可没想到他对外是名中医，妇科专家，原来也就这点本事，真是叫人笑掉大牙。您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谁没有一个天灾病业啊？谁家没有鸡三火四的事儿啊？做人嘴上的留德呀、啊！这明摆着的事儿，怎么是乱说呢？知道他为什么推三阻四吗？就是因为他找不到我的脉，自己能耐不行，还找来别的大夫充数，那个大夫也是个无能之辈。这真是矮子结交矬子啊！知道我为什么明知道他徒有虚名又再来吗？其实我根本就不指望他能给我看好病，我就想看看他这出戏怎么个唱法。这生旦净末丑，丑角也有好戏啊！休要羞辱我的师傅。小虎，师娘，师兄，我师傅可是上海滩有名的妇科大夫。你这点小病啊，根本用不着他伸手，我就够了。请。手背上，对呀、啊，是。哎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，还长在手背上呢。那谁知道？这回可是人家小普救了你的场啊！哎，他怎么会来了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凑巧了呗。哎，不会是你去找他来的吧？我找他干啥呀？啊！再说了，找了也没毛病、啊。你看，还是你找的。我就去找了，我低三下四的舔着脸求人家，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啊，我明白明白。哎，那女人怎么说的？我跟她说明天你出诊，让那女人明天再过来。哎，那郭小普叫你师傅了？真叫我师傅。叫他真亮呢，他说我师傅是上海有名的妇科专家，就你这点小病，还用着我师傅伸手吗？高小虎真不错，有情有义的，借这个机会，你俩就和好吧，啊？小虎，我今天呢，不仅是请你吃饭。也不仅是要谢你，
我还要向你请教。不敢当。哎，那就给我讲讲吧。都是您教的好啊。你记恨我？好，是我娘跟我说的。我爹曾经就碰见过这种怪异的脉象。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行了，都说清楚了，我能走了吗？哎，我说，咱们俩的交情，就这一杯酒的分量，还能是一坛子酒吗？一坛子酒够吗？那就得喝喝看了。喝，够爽快，来喝。换碗吧，听你的。伙计，换大碗。来喝。这两年，嗯，咱师徒俩，嗯，净转着这脑子琢磨着，嗯，您呢，琢磨的是名儿，我还琢磨的是钱，那是神龟探病，弄鬼神，倒卖西药赚大钱，开讲堂豆对门客，老虎须子显头身，嗯，咱师徒俩为了这点事儿啊，是一会儿红脸，一会儿白脸。可后来我一想，这算什么呀？算什么呀？就现在做梦的时候，梦到了这儿，我都能嘎嘎的笑醒了。哎，干！算什么呀？嗯，我娘说了，嗯，人赵大夫对你有恩情，你得记着这恩情。你要是翻脸不认人，狼心狗肺，那你就不是人了。我娘说的对呀，我既然是人，那就得活出个人样来。嗯啊，有钱啊，当然好了，没钱。没钱我也照样活呀。哎，小鹏，嗯，今天我张美堂把话放着，欠你的钱我一定要还。别提钱，那玩意儿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伤人伤心伤情义。这不明摆着吗？嗯，您没给我钱吧？嗯，您招呼一声，我不也来了吗？嗯，我是不是来了？是吧？去来来来，够不够瘾？够，够意思，够瘾。嗯，咱俩今天就喝个痛快，喝，喝，干干。起来了。嗯。哎呀，几点钟了？太阳都快落山了。啊。哎，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？高小普扶你回来的。你们俩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都醉成一滩泥了。哦。哎，那他说什么了？小普，谢谢你啊。小普，你师父希望你还能回来。Thank you.
家的，吃饭了。大夫，嗯，沈阳大夫，嗯，我，嗯，我吃了你的药啊，一调理，我这病啊好了，好吧，好了就行。你这药，别人用，不见效。先生，这人不一样，当然不会见效了。可是病一样。这个异病同治，同病异治，每个人的个体差异特别大，而且病还分轻重缓急，所以我们用药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还是我找对医生了。大夫，嗯，我不瞒您说啊，嗯，我媳妇也病了。您媳妇啊，不是您，不是没那？我回去吃了您的药之后，我觉得好了。我就没忍住，那我媳妇在外边呢，我让她进来啊。哎，不是，先生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不，他不一样。有病就得治啊！您是大夫，您给我都看好了，这是看他。不是，先生，我不是先生，这个行，这就是那沈阳大夫啊，看我一眼就看好了，让他给你好好看啊。沈阳大夫，我媳妇儿，我上外边等着，慢慢看啊。那个，大夫来了吗？我嫂子来了，在门外边呢。你嫂子也病了？啊，病了。什么病啊？就他病了。您嫂子也得那个病啊？不是，我哥那，我说不清楚，反正我领进来，你给看看行吗？行，哎。这是大夫啊，大夫，这是我嫂子。坐吧。那大夫，你为什么不给治？先生您病了，接着您媳妇儿病了，然后您嫂子病了，现在您妹妹又病了。您说您把您这病传给您媳妇儿也就算了，可您嫂子和您妹妹这不合理呀。我嫂子是我哥，我妹妹是我妹妹妹夫传的，这有什么不合理啊？啊，那您哥和您妹夫呢？人呢？现在是我妹妹来找你看病，你管他俩干啥？这不光是看病的事儿。大夫，你这是不是也病了？那大夫是干啥的？那大夫不就是治病的吗？有病就治，你管谁得的病，怎么得的？是，我是不该管。可为医者不光要治病，还要防病。您这么随随便便就把您的病传染给别人，您觉得您这么做道德吗？你就说，你到底治不治吧，先生，您就明跟我说了吧。您是不是跟姚子有关系？您要是替姚子办事儿，您早跟我说呀，何必这样呢？这一个一个的。大文，今天废话那么多呢？那我出一根金条，一根什么？金条。嗯，你拉洋车的哪儿来的一根金条？这跟我开玩笑，我捡的。捡的我也不要。先生，您有母亲吧？有姐妹吧？您说您替姚子去拉皮条，迫害良家妇女，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，您于心何忍呢？今天我也明着跟您说了，您妹妹这病，我治不了。
您另请高明。今天不管怎么说，也得把咱妈接回家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想好了，咱妈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哭，非哭到她啊，心软不可。准备好了吗？